做一些作用加裁判官是吗？就是穿了一身龟壳，哎，用来狗叫你说不会就是狗叫，你骂得过你叫的比谁都欢，记住一句话，你这个小笨嘴，九年义务教育你上不来的一个选手，你告诉我你在叫什么呢？你就说吧，你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，你说不出来两句半壳，说那两句人话，你告诉我你在跟我叫什么？你告诉我呀，你有病了吗？不要敲你这个说什么呀？你告诉我有没有打开复活台牌呀？告诉我呀，你在叫你妈呀？怎么一晚上抓不到我？是不是着急了？ 哎呀，这真没抓你！该吃事件，该吃事件的。抓你都是业余的事儿，你懂没懂？抓你是业余的事儿，谁没事一天老盯着你呀、啊？你不活，我们还活呢？你真是一锅臭鱼，兴了一锅汤啊！谁他妈认识 NPC 是谁呀、啊？见了我照杀，好吧？哼，傻逼呀、啊！哎，你那好兄弟呢？怎么不跟你？ 你这么护着呀？三个小丑，哎呀妈！哎，怎的？那是你亲爹呀！你这么护着呀？三个小丑，哎呀妈！哎，可不，哎，咱谁像小丑啊？自己带个小丑面具，说别人小丑，你可会叫了。你是个狗把呀！你告诉我呀！别啊！妈妈，你在那叫个屁呀！你啊！别啊！记住一句话，联邦没有逆袭之地了，赶紧变黑日吧！哎呀，联邦都是狗，熬不说了嘛！联邦都是小狗呀！你不用说，你记住一句话，今天你要联邦赌了，你这个号没有翻身之地，懂没懂？哎，点的手不足，他妈随便偷你就没了。哎呀，我操！我开挂，啥钱是没有成就感了。 我开挂，我牛逼啊！我有钱开挂，你有钱开吗？我开不起，开不起，开不起！我号主要太值钱了，你那号一共加起来不超过三四元，都没你那挂一天贵。你告诉我，你跟我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就你在干什么呀？你也叫不过人家呀！说句实话，你一条小热狗，你还在这舔伤口呢？不用跟他酒驾，你就不用出去了，好吧？你又别让我逮着你啊！ 哎，我跟拉菲克聊天，是不是？你这号今天就停这儿就行了，好吧，兄弟，你今天号就停这儿了，好吧？晚上给 CC 大哥烧了这么多次，是不是很脑热？但是又抓不到我，真可惜。你很傻逼，抓得到我。你很傻逼。熟悉地图，三观。你很熟悉地图，你很熟悉太阳城地图吗？ 哎，你要不服，咱俩进区走一圈去呗，行吗？进区约架行吗？咱俩都不拿枪，进区肉搏，敢肉搏吗？你不很熟悉地图吗？咱俩下迷宫吧，行不行？咱俩下迷宫吧 ，OK 吗？能下吗？这么丑的人是不是？你看，你还不接茬，你告诉我，找你下迷宫，你还不接茬？操你妈，跟个废物似的，牛逼换大号出来打，操你个爹的，来！我操！你妈了个！你叫我换就换，我操，你妈的玩不起，笑死！哎，哥们儿。 哥们儿，你把我加个黑名单呗，那啥，咱俩约一下呗，就没事了出去，咱俩追着打呗。哎，你这么丑，你觉得你配吗？啊，你这么丑。哎，要不咱这样呗，咱五个，咱五个头，谁先打这五个头200块呗？我操，你他妈就值200块，我操。哎呀哎呀，他掏得出来200块吗？你老肥，他太热了。你值200块，老要这钱。哎，要不是这样，你要是真打不过他们，我收你200，我帮你上黑号，我帮你清他们，你给我200，行不行？ 不行，叫你大哥来接你吧。你看看你大哥那个卦行不行？一个能打不了四个联邦吗？看看，叫你大哥来是不是吧？你不总感觉跟他会有前途吗？叫你大哥来吧。不是，哥们，你刚才那话说不对，什么开挂怎么怎么的，说打不过你，怎么的？你说说打不过你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哎，我跟你说，玩游戏有一个东西人缘挺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会有四个联邦围着你一个骂，你一个人叫不来呢？你告诉我，说明你没朋友，你懂没懂？没朋友这个。 这个说明你像孤儿，我跟你说，你活着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浪费中国的一片土地。我建议你死了。哎呦，死了他妈还跟你逼逼，哎呦，浪费时间啊，跟那狗逼逼浪费时间。多好看呢！逼呀逼呀啊逼呀啊！你应该荣幸，第一家族全家族陪你玩，记住了啊，咱好好玩，慢慢玩，这个号别退游，别办啥。
咱就以后峡谷见，想咋玩想咋玩啊、哦！你联邦黑日都能打，你记住了，联邦叫声誉打你，若黑日加声誉打你，咋了？你活不起了，开始读小号了？哎，求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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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那倒是出来呀，别跟个孙子似的在这站着呀！我操，操了！安全区在神嘛，现在安全区在神，羊城在神，在这站着干啥啊？杵在这干什么、啊？你要打得了我呀？你要打得了我，你去峡谷打我，随便打，无所谓。你这逼养，你进峡谷干啥呀？你都升不了级二十三级，去峡谷干嘛呀？哎，张泽瑞，哎，张泽瑞，你叫张泽瑞啊？张泽瑞，是叫张泽瑞吗？你是叫张泽瑞吗？能不能起个这笔名啊？我操了个都！完了完了，身份证号都让人扒出来了。啊、这个逼游戏，我跟你说、啊，这就是游戏的魅力。这傻逼，这，你抓不到我就不要欺负小朋友，好吧？哎哎哎！我三十级而已、哎、你们都抓不到了。你就说都身份证号都快让人扒出来了，还搁那有骨气呢。联邦杀了多少人？你们联邦抢了我多少多少欺负小朋友，你他妈的欺负小号还欺负小朋友。但是你也就杀白皮小号做任务的过过瘾了，你还能有个什么本事啊？你他妈了个逼，开个破壁挂偷室在那找人杀，你他妈还叫叫唤了，你叫什么了？你叫哎，你为什么？哎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发现你连你真实姓名都能报出来吗？带新人过来刷怪就可以随便占新人的点。杀的就是你，杀的就是你，记住没？杀的就是你，你个知恩图报的废物啊！是不是？你连他妈知恩图报都不懂，你他妈跟个哎，跟个狗一样。兄弟，这个喷气罐它时间久了，它会颜色会变浅吗？不会。不会啊，就正常喷上啥色就是啥色。哎哎哎，为啥不去入黑日啊？你是掏不起那五十万吗？你这太阳城跪一天，进门你就说赏一千，一天能跪出来了。进门你就叫个爹，进门你就叫个爹，叭叭认。你都叫了，我能不给你钱吗？要不这么着吧，你现在叫我一声，行吧？我就给你钱，咱也不是差这点钱。你叫一声立马转五十万，就一声爹，你快快叫。嗯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没有那魄力，你知道吗？就联邦前一天有一个要骂爹了，张嘴就说他爹死了，你也说呀，你没有那魄力呢。他可能爹也死了，但他不爱炫耀，我知道。你看你连这魄力都拿不来，为什么你舍弃双亲来开挂呢？他没爹没妈，他没爹没妈。你怂个鸡毛啊，你拿出点魄力来呀。你这样的人已经不需要双亲了，你独自活个十天二十天的再死亡就行了。哎，懒得跟小丑废话了，浪费。你看懒得说话，懒得说话，你说不出话就说说不出话，你被我怼得哑口无言就说哑口无言，你老说懒得说话。你告诉我你九年义务教育没上明白，下线了。什么下线了是吧？谢谢你，也没有你。